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。十时许，一道奇异的光柱笼罩了宜江城市区。在猛男上，消失不见了，无人驾驶的，那个凭空就消失了。所有的人口失踪报警都是在光照发生之后所产生的。相同现象一共出现在全球153个城市和地区。是什么意思？好多都是一对一对的。什么一对一对？就没了都谈对象的呗。有些是男女朋友，有些是夫妻。这道光是最后的审判，你为了我去面对现实，我们就是不相爱了。被带走了的都是有爱情的，你被带走的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喜欢个卵，我在你也在，老子肯定是不喜欢你噻。会不会也许消失的不是他们，也许消失的是我们呢？